哎，罗成，哎，嗯，怎么？你意犹未尽，还是让我再亲你一下？你是帮了我，但是你也侵犯了我，把钱给我还给我。我侵犯了你？明明是你侵犯了我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救了你一命，没好话不说，还受了伤，你该怎么赔偿我呀？ 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哼，上车再说。你今天要是不上车呀，这辈子你就别想拿回这张欠条了。而且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到时候我可就要拿着这张欠条到你们戏班里去要账，毁了九岁红的名声。停，不能学。 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你先回去吧。婷婷，走好了吗？ 报警点才安全。龙少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你到了就知道了。